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奇趣蛋视频，一起来玩新奇好玩小玩具啦！哇，恐龙蛋，上面有一只好大好可怕的恐龙啊！看起来像一只霸王龙哦。哇，打开啦！里面没有恐龙宝宝，是拼装佩奇，好玩又益智的玩具。小朋友们喜欢佩奇吗？一起来拼装它啦！哇，很好玩，很简单哦。拼装胳膊完成啦，贴上眼睛，佩奇就更可爱更漂亮啦。他的胳膊腿和头都能活动，一包好吃的牛奶巧克力，这个是勺子。哇，复仇者联盟玩具蛋，上面有美国队长、钢铁侠、黄色中号蛋、哇，一起来分享哦！里面能拆到的都是复仇者联盟里面的公仔呢。有我们认识的绿巨人、钢铁侠、美国队长，还有不认识的，这个应该是蝙蝠侠。里面都是简单的拼装公仔，有大包糖果，糖果不可以多吃哦，会蛀牙的。一张贴纸，我们一看到这个标志就知道是美国队长。哇，他手里拿着弓箭，好酷啊！这是谁呢？红红的眼睛。组装一下他的脸，还有翅膀。咦，这个应该是披风，完成啦！哇，好小的公仔，做工很精细哦。不过，他是谁呢？小朋友们，这里还有一个我哦，嘿嘿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